钳、碌碌，我研究咗好耐啦。你嘅车嘅问题系咁嘅，第一个可能性你就根本冇车，第二就系有烂车，烂车又点样影俾人睇啊？所以你又系有架烂车嘅可能，但咧唔俾得人睇，所以你可能有架烂车。第三，你就系冇车嘅，就冇资格供车，连资格都冇啊！最該會嗰只啦。第四就係、是、有資格，不過供唔起車啊，因為你爭人嘅債務太多，成日都爭人錢啊，屋啊買唔到，咁樣車又供唔起啦，因為冇錢啊嘛，又爭人好多錢喎、啊。第五咧，你都想借架靚車嚟拍俾我睇嘅，不借唔到靚車喎，所以又係冇車睇。第六，你同想同朋友借嘅，但朋友都係窮鬼嘅嘛。所以又借唔到車啦，最多又借咗爛車，咁啊又唔敢影出嚟啦。所以個結論咧就係舔碌碌真該會講完。